跟严苛干什么了？开车开得那么猛，不关严苛事啊！你说，说，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家小柯柯啊，谁也说不得，赶紧下来把药吃了啊，一会儿上课。哎，我今天选修课跟严苛一起上。哎呀，你慢点儿。陶云。先把药吃了，把药吃了，来一趟啊！哎呀，晕死！这气色怎么见严苛？怎么把头发给我包上了？不是你，明明是你先坐。你别动，你别动，没事，解开了还会很漂亮。啊！你干嘛碰我？干嘛碰？不碰你怎么帮你解啊？哎，我进来。哎呦，在哪儿啊？这沟在哪儿了？这是。你这样头发真毁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同学，帮个忙吧。啊？请吧，请吧，请。你不说你能快点解开吗？别着急，我能弄的。快点！啊，疼疼疼疼疼疼疼！哎呀，同学们，现在开学没多久，这边怎么还有啊？老师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听讲，不无故缺席，不迟到早退，尤其是不要在课堂上做一些与学习无关的事情。好了。啊，疼疼。行啊，贝子，不会是咱们系的老司机，这车都开到教室了。这堂课针对有些同学来说，已经是复修课了。我希望这些同学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问题，不要把不良的作风带到这个神圣的课堂上来。如果再有下次，绝不姑息。你们都是大三的学生了，也应该对自己的学业、未来有个清醒的认识了。好了，下面咱们上课。你们大家谁知道世界上第一张照片？沈小南到。严苛到。熊一凡。熊一凡。熊一凡同学。熊一凡选这课了。书袋子到。罗欣到。好了，同学们，在今天正式上课之前呢，老师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门选修课程的考核标准，一共呢分为了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呢是考勤，第二部分是小组作业，第三部分是期末测评。那在当中呢，小组作业的部分占到了我们总成绩的一半，所以啊，每一位同学都要引起重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将进行到小组的分组，我们每一组最少两个同学，最多不要超过四个人。那在这里啊，老师要特别的提醒一下每一位同学了，大家一定要主动的、积极的加入到小组当中去，因为没有小组作业的同学，老师非常的担心会影响到你们的期末成绩。大家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错了呗，严苛。谢老师，我迟到了。
这位同学，你怎么分组第一天就迟到啊？嗯，对不起，不能因为我的课程是选修课，你就不重视啊？不是，你看，同学们现在都已经分好组了，你怎么办啊？你是体育系的学生吧？嗯，如果你下次再这样的话，我可就要劝你改课程了。啊，对不起，老师。老师，我们组还缺一个人。进去吧。我们不是一组。我们一组。哎，不是，我你们三个人够了。音乐鉴赏呢？谢谢。不仅是一门音乐课程，没想到你对古典音乐有兴趣啊。大家呢都是文体院的学生，文艺生。古典音乐可以提升气质，在我们创作过程当中是必不可少的。当然了，我们体育系的同学，我们的体育也是一种力量跟美的结合，也是一种艺术。硬着头皮选这门课，居然还跟严苛分到了一组，值了。把我们的古典音乐跟我们周围的一切结合起来。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？没有。那没有问题，我们就下课了。严苛，你今天收留我，可不可以请你吃个饭？不用那么客气了。啊。你的嘴怎么了？哦。严苛，我校园卡找到了，可以先借一下你的吗？你感冒还没好？不是，我体质好，三天之后就能好。来。谢谢。啊，感冒多吃一点。啊，我要这个，然后还有那个鱼，还有这个。鸡蛋跟豆腐跟西兰花就好了。我到底听谁的？听我的。啊，好的，留一份吧。你感冒了要吃清淡一点，知道吗？不是，这一份啊。你夹点肉。下次请你吃回锅肉。真的？下次是什么时候？等你感冒好的时候。嗯。你怎么只喝汤啊？我的胃有点不太舒服，练琴练的。啊，那你都不饿啊？习惯了，就吃些甜食，保证不会低血糖就好了。你不用管我，吃你的。难怪你那么喜欢吃糖。干嘛呢？练习人像摄影抓拍，你懂吧？我看看。你这到底是在看我呀，还是在看帅哥啊？一张我都没有。你说呢？赶紧吃，补充体力。哎呀，这个好。哎。那个踢球的那个你认不认识？这大长腿，好身材啊！有女朋友了？啊？哎，那个呢？那个有主没？哪个？一点钟方向跑步那个。我说你为什么非得在体育系里找啊？
一天天的除了跑步运动就是出一身臭汗的，又不像严苛，又温柔又体贴，又会弹钢琴，还有艺术细胞，还帅。你为了严苛这么贬低你的同门，你的心里不会痛吗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。哎呦，看来最近是有什么进展啊？我一会儿要去跟他讨论小组作业。当然你啊，你那摄影兼职搞定没啊？还有空在这里沉迷男色？哎，要不是那帮老外们看重留学生的实践经验，我才懒得折腾这些有的没的呢。不过也差不多了，不要担心。好吧。你是不是又没抹防晒？哎呀，训练太急了嘛，忘记了嘛。来。我就知道你带。丑照在手，天长地久。哎、怎么又偷拍？哎呀，给我看，不给你看，看一下。喂，您的旅拍照片？哦，今天帮您发快递。对。好，没问题，我尽快发你邮箱。我听说摄影系那个长得特别瘦的网红学长回来了。不好意思，不会晚的，你放心，我今天洗完就帮您发，好吧？不是吧？这么倒霉。老天保佑啊。房平时都不开放的吧？可以呀，这构图。我们学校什么时候还有这样的大神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哦，哎，来，过来。咱们去外面。咱们这里坐一下。你等我一下。海东。放心，这种事儿常有的。好了，闭目养神，十分钟就可以睁眼了。谢谢你啊，你是？我还有点事儿，先走了。你在这先坐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可以睁眼了。哎，
还有，你不知道这里不让随便进吗？怎么了？你猜怎么了吧？你们家严苛帅，我知道呀。你找他去，快去快去快去！快去啊！男神就是男神啊，真是在哪儿都发着光。谢谢你上次请我吃饭，我请你吃糖，橙子味的很甜的。谢谢。那我们开始吧。从哪里开始说起？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面，有很多曲都是以爱为主题的。可以呀，这发展挺快的。严苛的室友。哎，他想干嘛？哎。同学，看你有点面善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借的这几本书我特别喜欢，我们老师之前就跟我说，让我一定要看。所以说，其实有很多古典音乐的音乐家，他们是有很多自己的浪漫故事的。所以这个古典音乐延伸到现代的时候，像现代的电影，他们采用的配乐也会很多都是古典音乐。那很多这种爱情的古典音乐，就是来自于浪漫主义的时代。学习真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儿，怪不得说如果有天堂，一定是图书馆的样子。
思韵觉得我们的课题应该要采用哪一个角度比较好呢？对，你说的都对啊。哈。嗯，那如果说的都对的话，那就走吧。嗯，走哪？去电影院。天哪，我和严科来看电影了，学习真好，我爱学习。小熊，这部电影院用了很多古典音乐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。好啊，钢琴家，这个电影你不是看过了吗？嗯，对啊。哦，我是说你那么喜欢钢琴，这个电影你应该看过了吧？啊，新的电影嘛，再看一次也无妨。哎，你试一试。那我们走吧。走。严哥，糖糖，你怎么来了？给你个惊喜啊！走了。啊，走了。哇，这严大帅哥的女朋友可以啊，这身材，这腿，你踩我干嘛？让你乱说话。哎。听，大小姐，看电影这种事情，你真的忍心让我一个人去啊？老大，我错了，真的错了，下次我一定再给你补个超级大帅哥，么么哒。哼，手动再见。同学，你是气垫厂的钢琴家吗？我是啊，钢琴家。哎，无敌破坏王去旁边儿童厅。对。什么无敌破？当你靠近他时，不由得心跳加速，口干舌燥，就电流贯穿全身的感觉。
安安。怎么样，杨哥？电影好看吗？嗯，讲啥的呀？不知道哎。不是你说好看的吗？好看，好看。好看，不知道讲啥。真是。买一送一，便宜。如果你要是这么理解的话，也可以啊。今后只要开始。